哎，杨仔，咱两个互相看袂顺眼的人，唔免叫佮遐尼亲。 咱去别个所在讲话。啊，咱要去倒位啊？我嘛是一直到昨昏阮爸甲我讲，我才知影你发生遐尔大个代志。你敢袂要紧？你烦恼啊？是朋友拢会烦恼。除了朋友的关心，敢讲无其他的？有。 过去，咱嘛算是亲人。看到你无失志，我真足欢喜。我嘛真欢喜，你真烦恼我。迄是因为你之前嘛一直鼓励我，还佮教我真济经营的撇步，甚至佮替我找资料。 你对我遐尔好，敢讲你出代志啊，我会当当作拢唔知影，我唔是迄种无温不言啦。所以你即摆讲的是咧报恩？志谦哥，你是安怎爱误会我的意思？别大家讲话讲到最后，拢讲到有事事好。因为伊是你的太太。唔是。 迄是假的，我从来无甲伊当作是我太太，而且我嘛甲伊讲好，一年了，阮就离婚。志谦哥，你安尼对叔叔敢会太过无公平啊？听阮爸讲，叔叔对你嘛是真心真意，你真正应该好好珍惜伊。不过我更加想要珍惜你。